早上先生，早上奶奶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施丽梅尼，我今年42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仔10岁，我嘅身体有185个，我嘅体重有69公斤，我身位高，我唔健康，我唔识煮肉，但系我识煮猪肉。我已经做过海队玩3年，照顾宝宝过14岁，中风。同埋我已经做过海航空2个月，照顾公公，当照顾宝宝，同埋照顾小朋友，5岁当3岁，真系好嘅。同埋我已经做过海雅加达4年，照顾 BB。啱出世，同埋照顧小朋友3歲，真係好嘅。我想做滿4年合約，我會盡力做嘢，嚟冇留失，唔會學錯。希望先生代代真我，唔該曬先生，唔該曬代代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